即将推出噶啦噃。见到呢一班金牌演员就知道《溏心风暴》又嚟啦，《溏心风暴三》将会喺11月27日就隆重首播。今日一班演员人才仔仔出席记招，不过比起做师弟，男人嚟讲可能都系恨做 Bosco 多啲啦，因为有得左拥右抱啊！谂多咗啦，你位位都系人妻嚟嘅，你摸下隔篱，你摸隔篱先，你人妻？系咩？隔篱啊，唔系位隔篱啊！阿嫂就系人妻嘅大佬啊，你真系要好小心噶。